立志考取加拿大牙医牌照，温哥华开两家牙医诊所，以儿童牙医诊所闻名。音乐老师教授葫芦丝，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，帮助学生建立自信，享受音乐，提高音乐修养。如何更快融入学校和社会？初来乍到的高中留学生 Jessie 依然决定选择创业之路。城市电视星期日播出，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